近日，乐华娱乐的大动作惊爆了内娱，引得无数人期待和关注。原因就是乐华娱乐要上市了，正在准备相关事宜，而他最大的依萍却是旗下以王一博、程潇、孟美岐为首的一众艺人。在网上看到艺人概念股这个说法，确实新奇，也值得思考。王一博在乐华娱乐上一个年度报告中特别突出，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了整个公司，并且盘活了公司的其他业务，实在是强到炸裂，让人难以置信。在国内，艺人凭借超高的人气和热度占据了主流，他们一呼百应，只要代言就会有粉丝买单。而作为无数艺人中的佼佼者，王一博的影响力更是巨大，他随便一条动态都有百万人点赞转发，不是影响力第一也能说第二。他的代言几乎无所不包，吃喝玩乐都有他的身影。但王一博真的能凭借一己之力来推动乐华娱乐上市吗？他的合约就快要到期了，依照粉丝的诉求，很大可能不会捆绑乐华娱乐，到时候的情况更加复杂。所以我感觉乐华娱乐想让王一博推动公司上市是不太可能成功的，王一博也不能为了公司上市放弃自己的一切。只能说王一博留给乐华娱乐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乐华才会急着推动上市。最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讨论。王一博。